剧。发现是入侵地球的钻石，发现这里的价值，马祖了军队和自己作战，他家造了自己粉碎的命运，犹如一场骗局。马改名玫瑰，展开新生活，跟着新朋友，选择新面孔。他的宝石留在我的身体，我想我和你都能同意，这有点令人苦恼烦心。我宁愿来想想办婚礼，来想想蛋糕，来想一想花儿，来想一想打扮后再不停地跳舞唱歌。好多好烦好乱的事情盘踞在心里头，但是这一天只要想爱这么多。好的，蓝青，我要为了大日子打扮，所以别偷看，也不能用预知能力。好的。哦，小卷毛，真希望我能早一点说出来关于玫瑰红粉钻。可以想想过去曾说过的谎言，真是叫人难受。多么的伤感情，多久才能抚平？该怎么走下去？不然想想希望，希望一直期盼不停。期盼什么？从今以后会更好，不再有隐瞒和猜疑。李采姬，你要穿这样参加婚礼吗？这是我最好的装备，很闪亮啊。